안녕하세요，大家好。今天的 vlog 呢，会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背景，有那么一点点的似曾相似呢？我这几天刚好到韩国来工作，所以我就借住 Mira 家，就是他们家，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我上次来大概是八月的时候，我就也是来工作。然后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长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不觉得它就很欧美吗？你过来，你过来。他今天长的刘海啊，然后还有这个辫子啊，我是空气刘海啊。今天真的是蛮冷的，那个你这个很不厚哎、欸，不厚吗？但是我觉得没骨感哎、欸，我刚刚冷死了，刚刚天气预报好像是不负十二度吧？哦，现在是负七度，然后最冷是到是是负七，然后最冷是负十一度，所以我今天就是带了我现有。最后的一件就是长羽绒，这样超长，长到这里哦。每次我要拍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吸地板。然后我现在要跟 Mira 家的某个东西重逢，就是他小绿，他叫做 Sligi， 是吗？什么？那个是垃圾。Chologi， 对。你刚讲 Sligi 对不对？这也是垃圾。Chologi， 你好，你好。你知道你现在家里整个很圣诞风哎、欸，那我应该要在树这边放那个灯、哦，才有那个、啊。你可以在这边再插一个，然后这边有一颗星星这样。欸、要吗？不要搬家了要，不要烦了。好的，大概是这样子。哎呦哎呦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我是一个很喜欢冬天，然后又没有到很怕冷的人。可是我今天从地铁站出来，真是瞬间那个冷风啊，我的脸跟手是瞬间会冻到痛的那种，好可怕。今天真的是蛮冷的，还好接下来几天应该会稍微好一些，大概是六度吧，到负七度。Mira 먹방 action. 예예언니떡볶이랑이야떡볶이맛있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糖饼。你有什么？它会有很这个馅的。我最喜欢的是鲔鱼，如果美奶汁多一点更好，超好吃。我们现在在 Kimbap 천국，就是紫菜包饭天堂，天国，天国。而且你在香港是找不到这个味道的。那为什么香港的那个都很怪？嗯，茄子呢？这种天气喝汤真的，你的袖子应该沾到你筷子哦。真的吗？我现在回到 Mira 家，然后他去找他朋友，所以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啊啊啊啊，抽筋啊！然后跟你们讲一件事，就是我刚出去吃饭的时候想说很冷，我就戴了一个帽子，然后我想说戴 ，Mira 就说，哎，这个是故意的吗？我以为他是在讲说这一块是不是故意的，就不是，是。这个勾勾没有拆，这个是Ian送我的生日礼物，所以我现在来把它弄掉。Yep， 刚偷偷跟 Mira 借了剪刀。你我现在看的话，对不起，我跟你借剪刀。哦，这个是在 WeGo 买的。当当，我今天其实有一点累，所以我等一下东西就是该处理的再处理，下周我应该就会先睡。对 ，Anyway， 大概是这样子，那明天见。我打给你好不好？哦，我找不到我的电话。为什么？什么？我找不到我的电话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包什么之类的？在我的包吗？我也是这么觉得。还是在我的口袋？没有。哇，今天好可爱！你今天走什么风？随便，就很懒。我打给你哈。好。我online打给你。好。你在哪里？
在哪里？哦哦，嗨，这个一定要吃，超好吃。好，然后这个也一定要吃，超好吃。泡菜炒饭，我的话我会选这个。哦，那这个好。Mira 大推的泡菜炒饭，还有这个才重点，有多好吃？你可以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的话，哪三个？不行哎，不行哎，我觉得我在韩国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哦，这么厉害，真的。哎，你这，我跟你每次吃饭，我都会看到你身边会有东西掉下来，水啦、饭啦、酱油啊、咖啡啊、面啊、汤啊。可是你应该习惯了吧？每次看到还是会傻眼，他们会觉得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什么你平常吃不到？大家知道我今天 cosplay 什么吗？我今天 cosplay Running Man 的工作人员。超像，你擦口罩，我擦口罩，我戴给你们看。好，如果我这超像，你看，哎，我戴反了。如果我这样子哦，出去就是，哎，来，我们下一步要开始喽，大家有没有很像？有，真的都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工作啦，加油 ，Go， 拜，안녕，안녕。我们现在工作大概一半了吧？这个光好美哦，又细，这个玻璃窗，那皮肤超亮，是很像，好像，是很像，超像。好，我们现在在讲说，刚刚我们见到的一个人长得很像一个他的朋友，对，没事。今天呢，特别为了今天的工作来了一间很漂亮的咖啡厅，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音乐忽大忽小。我们是讲话讲讲，就是叭叭叭叭叭叭，然后音乐突然停的时候，我们就讲，老师你好，真的很突然，真的。你今天真的是蛮美的，你看从这边看。谢谢，你遮住我了。好难取悦我这个人。等工作完，我要去因为红灯买帽子，买耳环。我今天哦丢，好，拜。我们现在回到 Mira 家了，然后那你跳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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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一说是不是有偷偷练习？我真的没有，可是我记得那个 You and me in the moonlight， 啦啦啦啦啦啦，黄金。哎，我要脱裤子哦！我录进去，这个不可以放，对不对？可以。이미나를저것이보이사랑하는너보낸이별하는게我帮你运镜아마수천배수백을힘든데你要找镜头너없이사는바보들처라고지
도가게너무시도가게너를사랑해你会哦。在宏大，因为我昨天在这附近的一家店叫 Nerdy， 有看到一件羽绒衣，然后很暖。因为我这件其实没有它非常非常的厚，但是我昨天忘记带信用卡出门，所以就没有买。所以我今天特地查了它开门的时间，然后想说去碰碰运气，因为它在打折，所以我有点担心它已经被买走了。但对，就是大概是这样。他分享很无聊的事情，就是我这次在韩国一直被问路，不管是问方向啦，怎么操作机器啦，不，可能我看起来还是有点像韩国人吧。Mira 家了，然后我现在在剪我今天晚上预计要发的影片。刚刚买的东西在这里，刚买完羽绒外套我就马上穿了，所以这边是我旧的外套，然后这个牌子是 Nerdy、这个椅子真的超舒服的，然后给你们看我的袜子很可爱吧。Sleigh bells ringing, diamonds blingin', carols singin', famous season. Sleigh bells ringin', diamonds blingin', carols singin', famous season. 刚刚帮 Mira 拍了一个非常唯美的偶像剧，然后我现在要去宏大的 Airbnb check in， 然后晚上去吃饭。就是新买的羽绒衣。真的是看起来够像一只北极熊的，超划算的。它本来是超划算的，本来是39万，然后我买的是是吗？17万。虽然说我觉得白色我可能就会穿几次就会脏掉了，但算了。침을깨우는 네 목소리 머리를 빗는 네 빗소리 밖에 비가 오나 봐 들리는 빗방울들이 땅에 떨어지는 소리小确幸。你会在哪里？啊，台湾人。啊，是啊。我是日本人。现在 Mira 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要叫 Pumi 叫欧巴，他觉得非常的困难，因为我只能叫一些真的比我大很多的人，或是他是很欧巴的人，才能叫他们叫欧巴。那第三，快点快点！你可能用上眼了。뭘뭔데뭘뭐할거냐면은소녀시대부를부르다고
知道吗？我之前在这里啊，我一个人来拍影片，一个人唱歌，然后有人跟我搭讪。哦，可是超早，就是早上8点9点，然后他们竟然说你一个人唱歌吗？我说不是，可是看到我镜头在那边，然后他们就害怕的。Okay.